已经哭完了。我觉得我情绪上来了。每次都说我很
选的是算了，我爱你哦。再来是我阿姨，我不知道你每次的，我每次回家的时候，因为练活，我每次都跟你就是待在一起的时间变超级少，然后每次跟你去的时间都错开，但是每次见面你还是会就是鼓励我，然后甚至有时候会突然拿出2000块左右赞助我，或者是让我去买想要的东西。然后再来是小阿姨，反正我爱你们。还有这个吗？虽然这朵花它大概在一个礼拜不对就换了。再来我要谢谢我国中同学，姓易是铁头。虽然在升高中之后我们都有各自的生活了，我加了康复社，陈安加了热舞社，然后加这些其他也在学校忙得很忙，然后管理也是，但是就是可以想到，就是我很担心我社庆根本没人来看，但是每次我讲完你就会说你一定会有人来看你的，然后你们还做了这么可爱的板板给我。当时看到台上的时候，我真的就是看到这个板板掉泪的，它真的很可爱。我等一下打开。然后我要谢谢三魁22届，虽然一开始在升高一的时候，真的觉得你们超级凶的，我真的好害怕，很害怕你们，而且每天中午下去，你们都真的很凶。但是真的很凶，但是就是经过高中杯之后，我可以真的感觉到三魁23跟22是一个大家庭，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都没办法存活下去。还有我要谢谢112的实施指挥。虽然就是高二之后，我们也都有自己的生活，然后每次在路上遇到你们，看到新朋友，我其实都很难过，我害怕你们都不爱我了。8点，然后待到晚上9点，然后二二二一
的，然后包括现在这些什么垃圾袋也都是他们，然后就是谢谢我的妈，就是我们很临时的问题都可以当我们的 income， 然后就是，哦，还有邮政，谢谢你当我的书法，好，谢谢你的种子，然后还有谁啊？哦，二三，哦，啊，一个一个来，哦，刘一成，反正就是对同班嘛，然后他虽然对，就是他没有跟我们一起接干，但是他真的一直陪着我们，我们所有活，我们跟他说几点到，他就真的接到，我们上次。我们上次在那边考留，然后他可能十一点半都打给我，然后我就说我们在考留，你可以过来吗？然后我就说你十二点可以到吗？然后他11:55就真的出现了，真的是超级无敌顶。然后苏炳慈，就是我好像到现在社庆前我还没缴完，然后不会缴完的，然后辛苦你了。然后李玉芝，我们高一的时候，真的每个活我们出席都一模一样，然后我们每天就是在一起放活，然后还偷回去吃东西，各种真的，我们明明没有同班过，但是可以变这么好，我觉得超级酷。然后王琦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我们真的每次都是各种趴的，超级屌。然后就是，虽然你真的每次都有点莫名其妙的想法，我没有想要打你，然后就是。但是真的很厉害，为什么每次我们好像可能这个活可能很无聊，然后因为他的一句话，然后可能会多了一些很神奇的想法，是真的没想过的那种。然后还有谁啊？杨欣怡跟陈雨桐，就是那你们每天中午都在靠北我说跑去设店，不陪你们吃饭，不陪你们去福利社，但是，你们今天还是来看我了，而且你们两个都超级无敌嘛，就是谢谢你们。然后王一璇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来，你现在好像热舞很忙，但是对我们高二没有同班，但是我们还可以一直一起出去，我觉得真的很幸福。我们已经说好要在高三之前，我们要见面的次数一定要超过100次。我们真的每天都有认真在数，希望我们高三毕业前一定可以数完。然后，郎声轩跟点真，就是虽然你们每次都说我在赢家一直睡觉，但是，我真的有在读书，而且我设计完我真的会读书。我有。然后还有谢谢慧英老师，我们就是我们当教官临时不能来看我们，然后谢谢你代替我们上台，老师我会认真上你的数学课的，应该没有了，谢谢你们来看我们。其实一开始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们四个人会办成功，因为四个人要做的事情不但很多，而且我们也几乎什么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当然先谢谢奎尔三，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你们每次都会跟我解释什么是什么，然后也会帮我处理好事情。我知道我设备没有办法很长大，但是你们也没有因为这个而有什么想要帮我看的之类的，还是其实有一个人。我按照我们现在过来的顺序不要走心，首先是往期，就是对啊，我们高一是真的很不熟啦啊，然后先谢谢你，就是我跟你其实都是改掉这样。我知道我是没有什么想法，我编舞没有很厉害，然后我也没有很多的创意可以去想那些爆点，然后这些都让我帮我处理好了。然后再来是李玉君，有点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
然后你现在是要哭了吗？然后希望你可以越来越爱。支持我们的各位，真的很谢谢你们可以来。
眼睛真的很小，我不知道怎么帮你戴隐形眼镜。然后谢谢苏品哲站在我旁边，让我觉得我很白。然后希望你可以把那张成云把那4000块给我。好，那我想想接下来讲谁啊？谢谢开心宝贝。今天的东西都是因为你加上去的，然后你陪我度过了这10个月，要说。
替我帮你们啊，你们不是只有四个人。我听到的时候真的很感动。Thank you.
解。如果可以重新过一次高一，我想要坚定的选择三魁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坚定的相信你们。跟着走，跟着走，感觉眼睛学历是重色剂。
很少，然后还跟班班的课代表。当初呢，你不会回头去问。Thank you.
谢谢。